据极目新闻5月9日消息，5月8日，广东云浮市新兴县一男子在民政局前持刀伤害小8岁的前妻，警方迅速行动，将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。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，一名男子手持尖刀行凶，女子倒在地上，男女身上都有血迹，一旁有人拦腰抱住男子劝阻。据当地警方通报，2023年5月8日下午4时许，新兴县新城镇黄塘路段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，造成一人受伤。案发后，新兴县公安局迅速派员赶赴现场处置，将39岁的犯罪嫌疑人莫某当场抓获。31岁的受伤女子孟某经送医救治后，目前生命体征平稳。据介绍，案发时莫某、孟某两人刚办完离婚手续并发生争执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哎，离婚离对了，可是也挨了一刀，应该时间再上前走，就不应该结婚，倒多大门。